我叫 Macy Mac， 我係嚟自Fashion Design 嘅女組系。因為我覺得 design 係可以解決到好多問題啦，可能幫助人哋心，同埋一啲 mix and match 係可以改變人，同埋好有挑戰性。我呢次嘅 collection 叫做 Love to Life 啦，中文名就叫做奇樂極，係探討奇異死咗之後有冇價值啦。其實係有價值嘅，佢就可以俾好多海洋生物有養分。之後 explore 到一個問題，就係新嘅文化係點樣受住舊嘅文化影響啦。其實舊嘅文化係咪真係冇用咧？但係其實係好有用嘅，就好似奇樂咁。困難係點樣將一件 collection 好多嘅 brainstorm 咗嘅 elements 點樣去簡化？這個問題就令我諗起一個 quote， 就係 less is more 呢個問題啦。點樣將一啲好複雜嘅嘢抽絲剝繭咧，令到佢好簡化，可以帶出個重點。之後我會升 top degree 啦，可能讀啲大學去好好珍惜自己。